括这个大爱村啊，四所啊，那有三所已经在动工，有一所也拟定很多的规划。我想感恩志工们来莫桑比克教我们那么多的事情，每天他们有那么多的力量，我们做自己。每天遇到雪拉，他都跟静瑶说，希望静瑶一定要让上人知道，他们会很用心的精进，那也会坚定在这条路上，只希望把慈济扩散到莫桑比克更多的地方。现在在索法拉原本的一带的灾区，有超过3300位本土的志工，都是在这3年内由委员们在当地带出来的。那很感恩雪拉师姐他们的用心。有这人对师父行哈，那请恁底下听有替我翻译哈，甲因讲啦，师父真欢喜，看到因底下有因缘啦，甲咱接触，看到呢，因的希望啦，已经开始了哈。我有看到一个小孩子，他画了一个慈济学校，他在学校上面画了慈济徽章，他说以后他希望可以到慈济盖的学校上课。可见现在就是很多小孩子都期盼着将来可以到我们盖的学校上课，有舒适的环境，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小孩子他们就像一片白纸，需要我们去陪伴接引还有栽培，那他们这样就可以翻转自己的人生。有教育就有希望啦，咱为这的孩子有去学校，有学校需要有老师啦，所以大家人爱搁努力，希望因当地的志工也可以投入呢，去带动遐个囡仔，啊，予老师知影组织的精神、教育的方向。我想这是未来较长久啦，真重要的代志。啊，真感恩啦！咱遮去到遐11000多公里路啦，恁无少辛苦。伫迄个所在呢，已经几年了，看到迄片荒野的土地，看到遐个人生的苦难，恁发心，恁去啦。2019年，静瑶是以药剂师志工的身份跟义诊团来，当时我们看到大爱村是一片的荒芜，居民就是住在这样子铁皮屋倒下来的房屋里面，那屋子不像屋子，住的地方不像人住的地方。那在经历这样子的时间之后，我们终于看见了建案进一步的往前走哦。目前的话，我们有看到的是本会透过整个莫山建案的专案，预计新建4座大爱村，总共超过3100栋的大爱屋。那这次的大爱屋的设计也是取自于联合国他们当时提供的一个房宅规格，但是很感恩的是我们的营建处帮我们的房屋优化，然后增加雨水收集，还有更卫生的厕所。我们在建案中走访所有的大爱村，也看见了居民们现在的生活，从当时的帐篷到现在有一些土砖茅草但是这些房屋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新建只要下雨就是偏逢漏夜雨啊。但是我们到了以后真的是很希望在今年12月雨季之前，至少可以让部分的居民可以有坚固的大爱屋可以住。那一直感恩营建团队2位营建师兄到这边拉鹰架来，就爬上屋顶开始检查屋顶的安全性啊，然后泼水做测试来确保屋顶不会漏水。那这个雨水的收集系统也都完备，一栋一栋的检查，就是为了要推进我们第一批的大爱屋。3年前的12月来到莫桑比克，带着上亿的爱心啊关心，来看因爱需要什么的厝，哦，需要什么的学校啊。迄当阵来到马普托吼。带领师姐就安排我去看一个拄仔咧起的迄个厝，我去到遐呢，一个看，这个厝是土脚做的，吼、哦，
啊，抹饼吼是用手做的，啊，做迄个土安尼起吼，啊，厝顶是凊彩砍砍的，啊，迄当时看的是小可艰苦啦，心内感觉艰苦，啊，搁机密搁看一下吼，迄间厝的后壁，啊，有一间破厝啊，啊，壁拢是空，啊，石头啊塌的，啊，内底住一个阿嬷，住一个孙啊，啊，涂骹咧一个火炭，啊，一个破钉啊。破鼎内底无物件好当食，啊囡仔都躺伫涂骹底下睏。我看了心里真压杂，后加再上人吼，有这个爱心。啊，来到这三年了，同款十二月，我来到莫桑比克，吼、哦，我看到大家真欢喜，安尼搬入去新厝，迄囡仔安尼跳跳跳，安尼唱歌走走走，安尼。咱不断有学生出海，各海名城，各海医药多啊！哎，那你看迄个欢喜的心情吼，我看得真好。现在咱即马看到厝渐渐起起来了，遐尼真空，真大个土地啦！即马看到有家路啊啦，看到。厝整齐起来啦，哎呀，知影讲吼，迄个太阳能呢，也得给安装起来啦。所以呢，白天的太阳啊，晚上的灯光啊，孩子呢要读书，没有问题咯，哈。其他人也要爱惜，爱惜这个。房屋哈，啊，叫因好好啊利用，爱维修，爱有卫生，而且呢，厕所爱好好维持，那维持呢，可以安尼定定干干净净。啊，恁底下都小花给因教，也嘛给因安排，叫因卫生要安怎维护。他们用传统舞蹈来庆祝，这样子的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一个庆典。那甚至还编了一个戏剧，上人他们的戏剧是用非常创意的方式说，如果没有好好的用厕所、用雨水桶洗手的话，吃了这些芒果肚子也会不舒服，就要去医院。那就用这样非常生活化的方式，看见的是，他们学会了上人的法。那用非常简单的方式，符合贴近当地的语言，贴近当地的生活文化，然后来呈现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叮咛。这都是，咱年轻嘛人底下为因有形的建设，同时呢，改无形的人文呐、啊，要改注入去内底哩，哈、哦，安尼呢，这是咱这回为这项代志努力呢。最记得，可以长长久久啦。这种人生的文化，就是品质啦，要提升。其他呢是代代世世，这个所在的非洲啦，真正的把它安尼翻转过来，实在真欢喜哈。国际间呐，大家人。共同的爱去底下，相信啦、啊，因真会了解，所以所做的呢，一切再不言中啦、啊。啊，不过呢，方法理性还是爱讲吼，那、哦、还是爱教，这呢是真重要。感恩啦、啊，感恩咱正要，还有迎见。真正是迄种的感受吼，我想恁比师傅的感受吼，搁较深嘛吼。开始感觉无虾米，即卖迄个感情吼已经扭起来啊啦。相信恁尽心诚意付出，那要安怎做？总是呢，一直甲恁鼓励，放心，用心去做就对啦。感恩真多啦，感恩大家人吼，替我甲遐个委员、当地啦、本土委员，甲因讲，因听无，恁替我
跟他們互動，說師父想要說的話，齁，那看到他們，齁，師父在他們的心目中啦，我永遠都是少年的啦，一直把那張相齁，這樣捧住齁，可見他們要表達那一念心。總而言之啦，大家人用自行付出感恩的接受，教育他們會感恩。這個人如果不會感恩，那就沒有人文，所以呢要感恩教育。这是他们的新歌哦，上人，独一无二的上人，正言上人啊，谁能像他一样呢？上人啊，我们的上人在台湾，我们的上人也在全世界。正言上人啊，谁能如同我们的上人一样呢？我们的师父济贫，我们的师父教父，我们的上人，上人的手抚摸着每一个苦难的人。